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好买了这么一大盒的碎肉，那这样一大盒直接放冷藏肯定不合适，因为你时间久了用不完就会变质。那就这样直接放冷冻也不合适，所以我们要分装。准备几个塑料袋先，手直接套进塑料袋。差不多一包，给它分个一磅这样子。那好多人就这样，就放冰箱了。其实呢，有更好的办法。我们把它摊平。这样抹开。磨得它很薄，磨成这样的一大张薄片，然后中间就用手就可以给它隔开，然后约起来。放到任何平底的物件上进冷柜，冻好后拿出来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了。那这样分装，我觉得最起码有三个好处：第一，它可以一个一个叠起来，省地方；第二，它薄，容易退冰。你心急火燎的时候，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一会儿它就化冰了。再有好用在它薄。如果你有的时候觉得一片太大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卡断，像这样轻轻的一用力，它就断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方便。如果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